好长时间没见你了，来来，干了，这个点个那个龙虾，给我来个龙虾。好好，这里的小龙虾是招牌菜。什么什么小龙虾呀？大龙虾，海里那个大龙虾，快去，快去啊！行，你俩少喝点。来来来来，你看跟上一只脾气一样的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服务员，美女，虎哥，就你现在的经济状况，还敢到这儿来吃饭？你老公呢？哦，我老公他没来。这不是在的。虎哥，哎，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来来，哎，咱们坐下一起喝一杯，是吧？喝你个头啊！姓何的，你有钱在这儿请客吃饭，没钱还我的账是吧？那个，虎哥，咱们有什么事啊，出去聊，行不行？啊，少给我来这套！今天你必须把欠我那20万还给我啊！志龙，这怎么回事？没什么事啊，是没什么事，就是三角债啊。那个虎哥，今天你看我的兄弟也在这儿，你给我点面子，咱们有什么事咱们出去行不行？今天别的啥也不谈，就谈钱。兄弟，走。来。呀哈。还喝茅台酒啊？你小子挺有钱的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让你老婆给我倒酒？没什么不好意思，你老公的脸皮啊，比城墙还厚。欠一屁股烂债不说，还在这里吃香的喝辣。林飞啊，要我说，你俩趁早黄了啊！就凭你这身材和脸蛋，随随便便找个身价千万的老板，绝对不是问题。说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别太过分了啊！呀，你想要长能耐了是吧？啊？在我面前指指点点，要不要给你醒醒酒啊？刚才谁报的警？领导，是我报的警，就是这个人打伤我大哥。警察同志，就是这个何志龙，他下手太狠了。差点没打死我，你们抓他去坐牢，抓他去坐牢！哎呀，站住！站住！志龙，何志龙，何志龙，冷静点！别哭了，快下来！老公，你快下来呀！何志龙，你冷静点！何志龙，少元伤情还不算严重，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，赶快下来吧！老公，你千万别做傻事儿！我一直在做傻事儿。我不去好好经营自己的服装厂，我不听你的话，我去炒什么期货，现在亏得一塌糊涂，我欠了一屁股烂账，我没脸见人了。我知道，千万别闹傻事儿。你听我跟你说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人没了，可是什么都没有了。老同学，我是不是特别可笑啊？刚才在你面前，我还打肿脸充胖子。现在我在这要死要活的。别跳！别跳！别跳！我说啊，走！
别动，小声。龙哥，你千万别掉下去！只要你好好活着，好好陪着我，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。你要是掉下去了，那我也不想活了。你们干什么？老婆，你们老婆，老婆，你在干啥事？你别跳！老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你跪！我错了。老公，哎，老公，刘飞，你猜我昨天碰见谁了？谁啊？是廖刚。是他。刘飞。你好，我叫廖刚，可以和你交个朋友吗？可以啊。我跟你说，人不可貌相，季小贤混得不错，他现在是一家大企业的副总，哎，他跟我说要给员工做服装，一人做两套，这下周10000多套订单呢，肯定解决你燃眉之急。他应该不会帮我的，你知道当年就因为我，志龙和廖刚他们在没遇到你之前，我不知道心动是什么滋味，也不知道心疼是什么滋味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念了。在遇到你之后，我一下子就全明白。哎，廖刚给你写的情书啊，一点文采都没有，这什么呀，还这么肉麻啊，就这还想抢我女朋友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咱俩的关系本来就没有在学校里面公开来，难怪人家会这样啊。你就说吧，现在怎么办？我知道该怎么办。情书啊，这情书啊，情书啊，好肉麻呀，情书啊，好肉麻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。你们班那个情书好肉麻呀，啊，这样的话他写得出来。哎，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干嘛？你干嘛呀？何志龙。哎，别打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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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！哎，志龙，别起来！志龙，别起来！志龙，别打我！哎，别打了！抢我女朋友！起来！别打！哎，别打了！来啊你！啊！志龙。志龙，你没事吗？我看总流血了，你没事吗？廖刚，我跟你说，就在这世上只有你一个男人，我林飞也不会喜欢你。还是算了吧。你想啊，当年就因为这事儿，他差点挨了学校的处分。就那之后一句话都没跟我说过，而且毕业了也再也没跟我联系过。我想啊，他一定记恨我和志龙的，一定不会帮我的。凌飞，你想多了。你想这事儿过去得有7-8年了吧，人家廖刚啊是大手大量，他不会和你计较的。他说了让你啊去他办公室找他，他一定会帮你的。廖刚，老同学，你终于来了，坐吧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哎，不用了不用了。真没想到这么多年了我们还会再见面。
你还是一点没变，还和以前一样，还是这么漂亮。你说笑了，其实你变化挺大的，都成大老板了。坐吧。什么老板呢？我就是一个打工仔。你们的事我听李俊都跟我说了。赵刚，当年的事儿吧，我和志龙都有做的不妥的地方，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啊。当年那些事儿，当年的事儿就别提了。这样吧，毕竟同学一场，你放心，我会尽我的全力帮你们。廖刚，谢谢你。但是，林飞，我想和你做一笔公平的交易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当我是什么人啊？你还想救你的老婆？我可听说他都想自杀了。李飞，这么多年了，我还是没有忘记你。你放心，我就要你一碗。今晚之后，我去分厂当我的厂长，你陪着你的老公平安的度过难关。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好好想想，这可是上百万的奖金。我会和你的信息。老婆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说好的要让你幸福，要让你过好日子，我没有做到，我对不起你。我就要你一碗。今晚之后，我去分厂当我的厂长，你陪着你的老婆平安的度过难关。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好好想想。林飞啊。啊，你是啊？我是小张啊。两年前你跟你老公在我们店拍婚纱照。不错，这套衣服比之前那几套都好看。好看吧？小
先生，你眼光真好。这件衣服是意大利进口的，再配上你老婆这种身材，绝对完美。哦，小张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个人记性不好。我可记得你呢，我们店里难得有你这么漂亮的顾客。对了，你们的婚纱照在那个店里摆了很久呢，但是我一年前就没有在那上班了。哎，我今天跟几个姐妹在那打麻将，手气不好，输得一塌糊涂。哎，姐，你是来这儿？啊，我也是约了朋友打麻将。那个小张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我叫廖刚，可以和你交个朋友吗？可以啊。廖刚，我跟你说，就在这世上只有你一个男人，我林飞也不会喜欢你。老公，他们对不起，我不是老公。
林飞，我决定无条件帮你，但我仍然不能原谅当年何志龙的所作所为。我不想再和他扯上任何关系，所以我已经跟李俊打了招呼，你一定要替我保密，千万别对何志龙说我帮过他。最后，祝你们早日渡过难关。是张主任吗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路上堵车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你是廖总的同学，就是我张某人的朋友了。我能当上这个后勤部的主任，全靠廖总的栽培。廖总是个好人呐，可惜后天就要调走了。先不说这些了，看看你的设计方案吧。啊，好，我今天带了些样式图过来，您先看一下。老公，你终于出来了。出来有什么用？混到这份上了，现在外边对我来说，其实就是一个大点的监狱。老公，别这么悲观了，我们有救了。有救了？师傅，下次这儿再缝个平一点啊。李飞，过来，过来，你过来。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太危险了！你知道在咱们这儿下了百万订单那个顺发公司，他们之前的副总廖刚，就之前大学里追你那个，我还跟他打过架了。我知道啊，怎么了？要是他现在还在那个公司，这订单他肯定不会给我。你想，那个时候我们俩谈恋爱啊，他喜欢你，我们俩还打架打成那样。不至于吧？也许人家早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呢。什么叫不至于啊？林飞，你是真不懂男人啊！还好什么呀？我没碰上这小子，这是老天爷的帮我。行了，我谈业务啊。因为廖刚的帮助，林飞和何志龙的服装厂度过了难关。一年后，林飞为何志龙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又过了五年，夫妻俩已经还清了所有债务，工厂也经营得有声有色。林飞过上了相夫教子的全职太太的生活。高不高兴啊？开心吧。开心，我的宝贝，开心就好呀。妈妈看看头发都有点乱了，妈妈帮你放好啊。妈妈好。林飞，张主任，怎么在这儿碰到你了？来，可儿，快叫叔叔好。叔叔好。好好，女儿都这么大了。哎，啊，对了，廖刚回来了。廖刚，他怎么回来了？我也是才听说，三年前他从总公司辞职，跟他一个朋友去创业，结果他的朋友携款失逃了，他公司一下就垮了，他一个人背了所有的债务，钱赔光了不说，还背了个不好的名声，差点坐牢。这么惨啊？是啊，要多惨有多惨。现在他开了一个小面馆，生意还不太好，还要照顾他瘫痪的妈妈。他妈妈怎么瘫痪了？他妈妈都瘫痪十多年了。以前我听廖刚说过，他读大学的时候和人打架，还差点被处分，他就打电话给他妈妈哭诉，他妈妈就连夜坐车来看他，结果路上出了车祸。唉，廖刚心里很是自责呀，所以他发誓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妈妈。
廖刚。儿子，这是谁呀？阿姨好。妈，这是我大学同学林飞。你就是林飞？一个夏日的午后，陆吉不知怎么掉了队，被一群狮子包围了，他害怕的发抖。但猛然想起老师讲过，斑马的外衣有迷惑性，于是陆吉开始。宝贝儿，爸爸回来了，来，爸爸亲亲。不要，爸爸的嘴太臭了。哦，满嘴酒气的，离孩子远点。嫌弃我是不是？我喝酒还不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啊。哥哥，巧克力想不想吃啊？不吃巧克力，吃面。今天咋回事哥哥，巧克力都不吃了，想吃面条啊？因为廖叔叔煮的面太好吃了。廖叔叔，不是什么廖叔叔啊？来，宝贝儿，你先看会儿啊，待我妈妈出来再跟你讲好吗？啊？进屋去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这孩子，走。当年。是廖刚帮的我们，不是？你怎么早不说呀？是他让我保密的。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志龙，哎，来，喝水。哎呀，面馆儿，哎，你怎么想起做这个？对吧，当年要不是你拉我那一把，有可能现在我连你都不如。你怎么说话的？我这人不会说话啊，别往心里去，咱都是老同学啊。我估计啊，这个位置不怎么样，估计你也赚不了什么钱。你想一下啊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你去我公司帮我，我那销售科现在缺人的很。廖刚，我们知道你是个人才，你就当帮帮我们吧。我考虑考虑。廖刚思考再三后，将母亲送到了何志龙推荐的养老院，自己来到了何志龙的公司，当上了一名销售员。拥有丰富经验的他，很快就展现出了自己的能力。帅哥，能不能帮个忙，帮我停一下车呀？哦，行。我刚拿了驾照，还不是很熟练。哎，你慢点，我帮你看着。谢谢你啊，我停了半天都没停进去。谢谢你，举手之劳嘛啊，来。哎，帅哥，我看你特别眼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我们在哪见过？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呀？你老婆是不是叫林飞？你是不是姓何呀？哟。你怎么知道？那就没错了，你可能已经忘了吧，我叫张璐，以前在婚纱店工作的，你们俩拍婚纱照的时候我帮你们选的婚纱。
当时我们店里的人都说你们是男才女貌，所以啊，对你们的印象特别深刻。哦，有印象了，有印象了啊。哎，对了，前几年我在宾馆还碰到过你老婆呢，我们还聊了很久。她当时好像是约了人打麻将。你看见我老婆去宾馆打麻将？啊？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呀？哎呀，绝对没错，我都说了，对你们俩的印象特别深刻，我的记忆力可是超好的，就差没有去参加最强大脑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们这么有缘，要不加个微信好不好？哎，美女，你说，你看到我老婆去宾馆打麻将，你能不能帮我想一想？哎，甜着呢。哎呦，林飞啊，嗯，谢谢你经常来看我。阿姨不用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阿姨，您先拿着。嗯，好。你接个电话。喂。林飞，你现在哪？啊，我在养老院呢，我来看看廖刚他妈妈。你搞错没有？你现在回来，你马上给我回来。喂。喂，怎么了？这是吃了火药了吗？老公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今天我碰见一老熟人，他跟我说，5年前的5月13号。在一家酒店里碰见你，你跟他说你约了人去打麻将，这就奇怪了，你好像不会打麻将。啊，你那个熟人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刘飞，5年前，5月13号，那会儿好像我还在拘留所里。你是不是为了救我，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你以为我傻呀我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那天到酒店去，是不是找廖刚去？啊？是，我确实见的是廖刚，但是事情肯定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什么？啊？我先说呀。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刘飞，我们两个是夫妻啊，有什么不能实话实说呀？你不能跟我坦诚相见吗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是还像以前那样遮遮掩掩瞒着我，没办法。好，这件事藏在我心里也很多年了，今天我就原原本本的告诉你。面对何志龙的质问，林飞终于说出了当年的事情。这个事情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觉得很羞愧，当时要不是廖刚良心发现，我可能真的就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了。所以志龙，你可以恨我，可以怨我，但是你千万不要记恨廖刚，我们毕竟有对不住人家的地方。他妈妈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们也是有责任的，而且他确确实实帮了咱们一把。廖刚就这么好？
我怎么就不是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要是他的话，我不可能放过你。你不相信我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呀。行了，别解释了。其实，你跟廖刚发生了什么，我也不怪你。你是为了救我。志龙，我和廖刚真的是清白的。我说你别解释了。过去的事儿，已经过去了。我不怪你们，你放心啊，我不会为难你，我也不会去为难廖刚。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去接孩子吧。那行。去接孩子了。何大哥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想不到你会主动约我出来。这有什么不能啊？我这个人特别喜欢交朋友，也特别仗义。为了朋友呢，我能两肋插刀。但我这个人有个习惯，在交朋友之前啊，我喜欢把对方了解得清清楚楚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知道几年之前呢，你从婚纱店辞职了，是因为你和那个有妇之夫的婚纱店老板传出了绯闻，之后呢，你又去放了一个大款，后来被人家老婆当小三给抓了。我说的对吗？你调查户口啊？有病！其实啊，你也挺不容易，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缺钱？何志龙，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也不想干什么呀，就是有一人吧，他老是针对我，老是跟我作对，所以我想让你去接近他，勾引他，然后再告他强奸。就算这个人他坐不了大牢，也要让他身败名裂。你开玩笑吧？我没有开玩笑，钱我都带过来了，这有2万块钱，你先拿着，算是定金。等事成之后呢，我再给你3万。行了行了，算我怕了你了。把你那个仇人的照片给我看一下吧。喂，你好。请问一下，是艾夫斯服装公司的电话吗？是啊，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吗？是这样的，我叫张丽，我们家呢现在开了一家小厂，需要定制几百套工作服。这些都是我们最近的最新款。啊，这个是春装，这个是夏装，我们企业员工出来肯定会我们企业加分的。来，看看这个。哎，廖大哥，我看了半天眼睛都看花了，要不然咱们先吃饭吧，吃完饭再看。好。
服务员，来一箱啤酒。啊。哎，张小姐，一箱啤酒，我们两个人喝不完吧？哎，不会喝酒谈什么生意呀、啊？廖大哥，我觉得我们俩挺有缘的，今天一定要喝个痛快。来，先吃点菜吧。张小姐，慢点啊！不是，我没事。都下去了，你还说没事儿？都喝多了。这样吧，我送你回去。你住哪儿啊？我住宾馆。住宾馆？我家最近在装修，暂时住在宾馆。张小姐。慢点啊，张爷，你喝的太多了，来，你过来坐一下。张爷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明天我们再联系。哎，不要走，留下来陪陪我。松手啊，松手。廖哥，我这几天失恋了，我心情不好，你留下来陪陪我。张小姐，你失恋了就别喝这么多酒，你今天是遇到了我，如果你遇到坏人就麻烦了。六哥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但是今天你就当一次坏人吧。哎，张小姐，哎，六哥，张小姐，六哥，张小姐，你，张小姐，你是一个女人，你应该自重一点。我也没办法，新要的不上钩。我还以为你多大魅力呢，也不过如此。有一个人倒是挺有魅力的，要不你让他去试试。是。你老婆林飞。你说什么呢？啊！哎呀，我在开个玩笑嘛，那么凶干嘛？开他妈什么玩笑？谁跟你开玩笑？滚！我跟你说，滚！什么？投诉我性骚扰？是不是那个张丽啊？何总，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，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啊！我能不信你吗？啊？咱们什么关系？老同学啊！我信你有用吗？没用啊！人家不信你。哎，你说你孤男寡女，在一酒店房间里边，说得清楚吗？老同学啊，你也是当过老总的人，哎，这点社会经验你都没有吗？这个张丽怎么这样？剪刀布，哇，剪刀剪刀剪刀，剪刀剪刀布，哟，爸爸回来啦！哟喂，回来啦！哥玩游戏。哎，你又喝酒了吧？爸爸喝酒了，爸爸的嘴臭死了。又嫌弃我是不是？好吧。我去给你倒杯果汁吧。嗯。这么晚了，谁呀？我去开门。哦，来了。廖刚，你怎么来了？
月高，这我怎么过来了？啊，是可儿给我打了电话，她说她想吃我煮的面了，还跟我说了你们家的地址。这孩子偷拿我的手机给你打电话呢。啊，廖叔叔，廖叔叔可以给我煮面吃吧？行了，那个别愣着啊，进来吧。好吧。慢点吃，慢点吃啊！我晾衣服去了啊，你陪廖刚叔说话。不，我要和廖叔叔说话。哼。行，那你就跟廖叔叔说说话。廖刚，辛苦你。不辛苦，可儿特别招人喜欢。可儿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可儿啊，叔叔的面馆虽然关了，但叔叔啊手艺还在。叔叔，你手上有个刺。是啊，叔叔从小啊手上就有颗痣。叔叔，我手上也有颗痣。是啊，难怪可儿这么喜欢叔叔，因为可儿和叔叔啊缘分深。是。真乖啊，吃面啊。可可，今天咱们不打针。今天呢，咱们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小检查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你别骗我。爸爸不会骗你，但是你要答应爸爸一件事情。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小秘密。今天咱们来医院的事情，回家不准跟妈妈说。如果你要是把这件事情告诉妈妈，爸爸下次就带你来打针了，好吗？你好，我是快递公司的，请问这是何志龙何先生的家吗？啊，是的，那个他在洗澡，我是他老婆。哦，因为我刚刚在物管那儿给何先生打电话，但是一直没人接。但是我看这信件是加急的，所以我就给他送上来了。哦，要不你帮他签收一下吧。可以。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怎么了？何志龙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干什么呀你？行了。别生气了，啊！既然今天你都看了，我就跟你说实话了。就这个事情，在我心里面一直让我纠结，我就想把它弄明白。哎，你说那个廖刚和可，他们手上都有颗痣，怎么就我没有？我怀疑你是不对，我给你道歉啊！道歉？你这么做是在侮辱我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你怎么这么想啊？我没有侮辱你，我只是想弄明白。哎，你看现在事情都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对你对我都有好处，对吧？
志龙，你就是个混蛋，你！林飞，我跟你说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这份鉴定能证明什么？他只能证明可儿是我亲闺女，不能证明那天晚上在酒店你跟廖刚就是清白的。你。喂，林飞，廖刚啊，什么事儿啊？林飞，我给可儿做点凉面，你在家吗？我给你送过来。谢谢你啊，不用，不用了。你怎么了？怎么说话这个声音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真的没事儿。林飞，你怎么了？林飞，你说话呀，你在哪儿？林飞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。要不这样，我去找志龙，把事情原原本本跟他说清楚。你不用去了，他都不相信我，怎么可能相信你呢？我觉得他现在就钻牛角尖里去了，他心里过不了这个坎儿。你也别怪他，我这个人运气背，前段时间又闹出一个性骚扰的事情，他现在心里面肯定在想，一个对客户性骚扰的人，那天晚上怎么会放回来？要不这样，你先回去，我想办法找到那个害我的女儿，不管怎么样，让她还我一个清白，也许这样志龙他才会相信我。谁呀？哟，我的霸道总裁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这么大火气，吃了火药啦？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对女孩子说话不要这么粗鲁嘛。我现在一个人在酒店喝酒，好不开心啊。要不你过来，咱们一起喝。我没心情。你是不敢呢，还是怕你那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呀？放他妈屁！在哪个酒店？怎么才来呀？我等你好久了，过来陪我喝一杯。
能不能帮我查一下上个月29号一个姓张的小姐的开房记录？不行，这个我们是保密的。美女，放下毛，我真的是有急事儿，我来找一个很重要的人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能帮你这个忙。美女，你就放下毛，我这里有一张1000元的购物卡。好吧，我帮你查一下。谢谢。怎么了？我愁眉不展的。什么破地方，连个电梯都没有。号是破了点儿，要不你帮我买套新的。少废话。好了好了，到了。何志龙，廖刚，你怎么找来的？张丽小姐，哦不，应该叫你张璐。没想到吧，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。本来今天就是来找你的，没想到看见了我的老同学。老同学，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谈谈吧。何志龙，你和那个女的串通一气骗我的事情，我也不想再追究了。我就想问你一句，为什么要做对不起林飞的事情？廖刚，你装什么好人啊？我跟林飞闹到今天这种地步，你不清楚为什么吗？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还是要说，我和林飞之间是清白。我承认当时我是想占有林飞来报复，但是当我看到喝醉酒的林飞说着梦话，老公，我对不起，对不起老公。当时他嘴里重复着喊着你的名字，我看着他眼角的泪水，我突然明白，在他心里就只有你一个人。就算我当时强行占有，我知道从今以后我在他心中就只是一个禽兽。我不想让我曾经喜欢过的女人恨我一辈子，所以当时我什么都没说。可以，你把这事儿编得跟真的一样，真可以。如果可以，我真想把我的心掏出来，让你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何志龙，我知道你心里面是爱他，所以你眼里才容不下半点事。但是我也要提醒你，这样伤害林飞的同时也是在伤害你自己。廖哥，我劝你别太小看我，凭我何志龙的本事，我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。好啊好啊，我这就去找林飞，把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原原本本的告诉他。我站住！廖刚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啊？你想让我跟林飞真的离婚是不是？我就是不想看见我喜欢过的女人受伤害，
如果你给不了他心，如果你只能给他伤害，请你离开。答应我，赶紧和那个女的一刀两断，回去和林飞好好的过，不然的话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说句实话，我也是为了赌口气才跟张璐来往，从今往后我可以不跟他再来往，但是廖刚今天的事情，我劝你。你放心，我会替你保密。但我丑话说前面，如果再让我发现你做了对不起林飞的事情，我不会放过你。还有，我想好了，我不想再给你添麻烦，我决定离开你的公司。你别老来看我当个公子。妈，你说些什么呀？来看这个正正。廖刚，哎呀，林飞来了。哎，阿姨好。廖刚。妈，哎，你先自己待会儿，我和林飞说点事情。哎，行，哎，你们聊聊。先坐会儿吧，妈。哎哎，好好。哎，廖刚，是不是志龙逼你辞职的？不光和志龙的事儿，是我自己要辞职。林飞，今后我们还是少见面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看见你，我觉得很羞愧。因为当初我的一时糊涂，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了烦恼。对不起。廖刚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。当年要不是因为你，我都不敢想象我现在的生活。当年就算没有我，我相信何志龙很快就会走出困境。他是一个聪明人。林飞，我已经和他谈过了，他说了再也不会疑神疑鬼，他会和你好好的。但愿如此吧。那你呢？今后有什么打算？你就别担心我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当过老总的人，你还怕我饿死不成？今后有事儿，我们就电话联系。你先回去吧，我照顾我妈去了。回去吧。还能生我气吗？我没生你气，我只是觉得咱们虽然睡在一张床上，但是感觉距离好遥远啊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可能是最近太累了吧。睡吧。
何老板，好久不见了啊。哥，虎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不是，咱们这账可是清了啊，我觉得没必要啊。埋汰我是不是？几年前你拿酒瓶子敲我脑袋事儿，我不跟你计较。我今天来是想找你合作，赚大钱。我这个，哎，我还是没明白啊。你说咱们两个能合作什么呀？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呢，他在广东那边专门做外贸服装生意，而且越做越大，笔笔单的都是几百万，但是那边人工太贵，他一直想在内地找一家靠谱一点的加工厂。我掂量来掂量去，还是你家最合适。行啊，不是，这是好事啊。哎，哥，我还是没回过神来，你没骗我吧？啊？我骗你干什么？我现在是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计前嫌找你赚大钱。但是我有个条件，这事儿要是成了，我要吃回扣啊。没问题啊。哎，只要咱有业务，只要咱能赚钱，回扣这不应该的吗？好，何老板，那我们就合作愉快。来，虎哥，干一下。谢谢啊。哎呀，客气，走吧。哎呀，哎，来，老板。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再喝我就醉掉了。没事，老板海来。哎呀，我说小妹妹啊，你们身上用的是什么香水啊？这么难闻啊！哎呀，老板你知道的，像我们现在这个工资呢，只能买这种香水啦。如果你打赏一点的话，我可以马上换成你喜欢的味道。哎，好。哎，那个江哥，不是江哥，谢老板，谢老板，江哥，今天我请客，怎么能让您破费呢？钱吗？毛毛雨啦。哎，你们说这个地方出美女，我看不过如此嘛。我的江哥呀。我们这个地方不是没有美女，是你坚哥眼光太高了。哎，还有其他人吗？再尝一个，快点啊！啊，坚哥，咱们这个地方呢，不是没有美女，我给你看一姑娘啊。有木？哈哈，喜欢的话我马上给你喊过来。这也叫美女？我顶你个喷。哎，杰哥，我想到了，我们这儿有一个万里挑一的大美女。人家绝对的美女在哪里呀？她就是我们，就是我们何志荣的老婆，他老婆在我们这可是万里挑一的大美女啊，真正的大美女。志荣兄啊，你真是艳福不浅呐 啊！哎，兄弟，把弟媳妇喊出来，我们认识一下吗？志荣。什么呀？几百万大门不想挣的，舍不得孩子偷不偷浪，喝酒怕什么？喂。喂。哦，好吧。我在 KTV 里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客户啊，你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你们认识一下啊。哎呀，算了吧，都这么晚了，我都要睡了。听话，
哪儿那么早睡啊？哎，现在孩子放假了，也送他外婆家里去了。行了，赶紧过来，我跟你说几百万的单子，赶紧过来啊！行吧，行吧。哎，来了。哎，天哥，虎哥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是凌飞，我老婆。啊，这位是坚哥，人家做生意做得特别好啊。然后这个是虎哥。果然是美女一个呀，你是金屋藏娇啊。坚哥，我没说错吧？啊，不错不错，漂亮。哎，林飞，是两点水那个林吗？对，两点水的林。太巧了，我妈妈也姓林呐。哦，咱们五百年前还是亲戚呢。这算一家人啊。对对对，来，妹妹，我们来喝一杯酒。喝杯酒啊，没有关系了。来，我敬你一杯，干。喝吧，没事啊。好，嘿，弟妹，好酒量。好，从今以后我就认你这个干妹妹了。哎，干妹妹最好啊。好。这样，我来呢没有什么礼物给你，这是我刚从缅甸买回来的一块玉，送给你。不用不用，这个礼物太贵重了。哎，你要不收下那就看不起我这个哥哥了。哎，坚哥，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对不对？今天这块玉啊，我替我老婆收着啊。谢谢坚哥，谢谢坚哥啊。不谢不谢，我们有缘在一起发财吗？好。说得好，坚哥，要不跟弟妹来一首前夫的爱。我唱歌很难听的。哎，你看你人这么漂亮，唱歌一定很好听了。没事，唱吧，唱歌嘛，是吧？哎，江哥、红哥，你们先唱着啊，我去趟媳妇。好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江哥，我来给你点，我来给你点。美丽多传统，恩爱深厚，恩恩爱爱，前生难有够。美丽多传统，恩爱深厚，恩恩爱爱，前生难有够。美美的我多传统。干嘛？流氓！什么情况这是？哎，虎哥，这人哪去了？你老婆可真行啊！嗯，一巴掌把咱们财神爷打跑了，这一巴掌几百万都没了。我看怎么着吧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霸道总裁，
我已经找到你老婆的电话号码了，要是你再不来见我的话，我就把照片传给他了。小鹿。哟，我的霸道总裁怎么乖乖的回来了？到底想干嘛？我不想干嘛，就想你陪陪我。谁让你是个帅哥呢？啊，抱抱我吗？抱抱。心机婊，你就想要钱吗？啊，我有钱给你钱啊，给你。张璐，我警告你啊，你以后要是再敢打扰我，我找人花了你这张脸，你信不信？好你个何志龙，还好我有备份。老婆，今天人家坚哥就是多喝了两杯酒，毛手毛脚了一些，人家也没怎么样啊。你说你过去叭的一下就给人家一大嘴巴，你是不是过分了？你到底是谁过分？你知道吗？那个坚哥完全是借酒装疯耍流氓。你不知道，那个坚哥手里人家有几百万的订单啊！你说你这样一来，把咱们自己财路给断了，是不是？还好人家虎哥说了，只要你愿意去给人家道个歉，咱这事儿咱还有余地。道歉？应该是那个坚哥给我道歉。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几百万啊，你现在出去找个大单子容易吗？不容易。何志荣，我问你，到底是订单重要还是你老婆我重要？哎，这话问得很好，当然是老婆重要，但是订单也很重要。就道个歉。我不去，坚决不去。哎，你回来，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？那一看就是个很有实力的商人，人家是生意人。看这吊坠了吧？啊，人家一见面就送你一吊坠，值多少钱啊？十几万，少说得十几万，这是个财神爷啊。咱们就去给人家道个歉，有这么难吗？很简单呐。何志龙，如果我说不去呢？明明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把话放这儿，你要是不去道这个歉，我跟你翻脸，你信不信？有你这么当老公的吗？跟你翻脸？我还要跟你翻脸呢？真是个贱人！你骂我什么？你再骂一次！听不清是不是？
啊！我骂你是个贱人！我让你去跟江哥道个歉，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不去？你去跟那个廖刚开个房，你开心的很是不是？怎么可以这么说我？可是当初看你要死要活的样子，我会去找廖刚吗？我这是为了救你。救我？啊？我看你是去犯贱去了，你犯贱去了是？你说话！真是个贱人，敢打我，你敢打我你？我打呀你！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走，滚！我是林飞的律师，我的当事人委托我向你提出离婚，这是离婚协议，麻烦您看一下吧。看什么看？我不看，我跟你说，我也不会离婚。何先生，希望你多合作一点。我们这里呢，掌握了大量的出轨证据，我的当事人尽可能在为你着想，他只要求分得夫妻合法财产的一半和孩子的抚养权，这已经很厚道了。行行行，你少给我扯淡啊！这些大道理都是狗屁。你回去告诉林飞，啊，我何志龙这一辈子不会跟他分开，除非我死了，要不就是他。林飞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何志龙和张璐的事情，之前之所以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我觉得我想给他一个机会，我真没想到后来。其实真正让我死心的不是那几张照片，而是那天何志龙对我的态度，让我明白了他不是真的爱我，而是把我当成他的私有财产。这样的人不值得相守一辈子。林飞，你也不要这样想，我觉得志龙还是很爱你的。老婆，志龙，可找着你了。你来干嘛？你听我说，我错了，我之前不该那么对你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，你跟我回家行不行？放开！啊，廖刚，我先回去了。快，哎，老婆，老婆，你听我说，咱们回家吧，啊，你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？何志龙，你就不能像个男人一样接受现实吗？你放手！放手！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这么绝情行不行？我绝情。啊，最先觉醒的是你吧，放手！何志龙，要放开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咱们，志龙，廖哥，咱们都是同学啊，
以前你跟凌飞发生过什么？我不怪你吧？你帮我劝劝他，你让他跟我回家，好吧？何志荣，你到现在都不相信我跟廖刚是清白的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我。不对，你说怎么回事呀？何志荣，你放开我！志荣，你放开！你他妈还推我！告诉你，廖刚，我跟凌飞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他妈因为你！你还装好人你？廖刚，志龙，你就是个垃圾你！垃圾，我是垃圾。廖刚，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自己赢了，我何志龙得不到的东西，谁他妈也别想得到。何志龙，你发什么疯？马上放下！不是，小心！志龙，马上放下！志龙，你马上放下！你马上放下！来！廖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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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吗？廖刚，廖刚，廖刚。医生，医生，病人怎么样了？还好，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我以为我就这样死了，不过想想能够死在你的身边，也许是我最好的结果。廖刚，你别这么说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你的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会永远照顾你。永远。我刚刚在手术室门口许了愿，如果你能活过来，我就永远和你在一起。